老套的拯救公主戏码，配上多到泛滥的跑酷玩法所产生的这款作品 Helpless Hero， 却是一款相当独特又有趣的游戏。游戏采用 2D 横向卷轴的方式，让玩家一层层的往塔顶前进，中途会有各种机关陷阱，一不小心踩了个空，或者是时机没抓准，就会一命呜呼。路途中会随机出现各种藏有特殊造型的宝箱，让每次挑战都有机会得到新收获。多人连线模式也是十分有趣，看一群玩家前仆后继的往前推进，感觉实在是十分欢乐呢。